everyone, welcome to my first vlog. I've been wanting to do this for quite a while, to just record my life here 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Taiwan. I was in a rush to go out today, so I'm already at my cousin's place, and right now we're just gonna go for lunch. 我们现在要准备出门了，今天天气超好，给你们看。我们还没有吃午餐，现在已经快要1点了，然后我们在桥上面 hike， 好饿啊！好多人在骑脚踏车啊！给你们看看台湾的风景，这边有山，这边有河。 专门为脚踏车做的一个，不行，我这样子一边拍一边弄，我会跌倒。现在午餐的地方，它人有点多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到位置？希望定位的人不要来。 这是什么啊？日本酒鬼黑芝麻燕麦奶。台湾人都好会取名字。旁边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狗狗，嗨！它不想借过。霸占了你的位置，好笑。 这个是我近期吃到最好吃的豆腐。好胖哦，那大块。 这个叫什么？青柚拉面。在行的都先喝一口汤。我的猫舌头好烫。狐狸舌头。 然后因为我万圣节办了一次狐狸，就一直叫狐狸。吃它的山药。嗯，这不是我的口水哦，这不是我的口水哦，这山药的货。嗯，很清爽。You guys know what this looks like？ 它很像那个日本的那个沙拉酱，有没有？贴一个图在这里。然后。 我刚好开一下，我发现素食店厉害的地方就是，明明是素食，但是可以吃出肉味，你没有试过吗？它味道很……我想试试看这个柚子奶酪，可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奶味，它感觉像豆腐，哦豆花啦，它质量很像豆花。 才刚想起来牛奶是动物脂，只要不能用牛奶，难怪这个奶酪它吃起来像豆花。最后一口被我吃完喽！它上面的话是芳香万寿菊，可以搭着一起吃。我吃看它的可可布丁。 然后你说它什么肉桂？对，它很吃。看起来像蓝莓酱。就梅果味，很重，但肉桂。好酸啊！哦，那好酸，就是它酸完后，它又好苦，那可可味好苦。嗯。好亮哦！今天天气真是。 很淡，然后。
然后我们在建潭站的附近，我们现在要去做蛋糕咯。大家看看，满满的 Clio 区，我还是对这种颜值高的气垫比较有兴趣。我们到了，自己做，好多选择哦。我觉得我有点想要做一个这个草莓蛋糕，怎么样？草莓好软，我不小心就咬碎说让它集中到一边，然后这样可以剪开，然后拿起来甩，然后它另外一边就炸开。你这样点长非常好笑，是吗？对，你看阿森把我的位置给摧毁了，天哪！现在终于有机会喘一口气，刚刚好，好忙啊！刚炸开，刚炸开，然后阿森把他的那个黑炭，我不敢碰它，他的炭粉炸开到我的工作区，然后我工作区整个毁掉，然后我要重新去拿材料，所以害我超忙的你。只有你是这整个区域全部，最后就只剩你那个区域还没有收好，就故意的。我刚整个就是在那个 mixing 区的时候，我把材料全部丢下去，因为我就先读，因为中文对我来说就是我没有办法一次读很多行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读第一行，哦，把那些材料都准备好，然后我想说，那我已经到了那个 mixing 区，那我就全部丢下去。然后我读到第二行，他才说只放奶油跟砂糖。然后我想怎么办？我牛奶跟杰力丁什么的全部都放下去了。所以说砂糖好意义，请恶补你的中文。啊，我要恶补一下我的中文。哇塞，我现在才发现你的白色衣服毁了耶。对啊。哇哦。好牺牲啊。谁洗啊？他刚刚哦，弄到我草莓都变黑了，超可怕，中毒毒草莓。它缩水，没有它，看起来不错哎。对啊，是吧？我也想吃吃看。哎，不是啊，你是你吃边边的东西。都已经拿黑炭砸我了，还不准我吃？哈，那不一样，是谁？你好多、哦。我觉得我少了，所以我拿你的来带一点。怎么可以少？多了你还可以偷吃。我实在觉得我可以直接拿这边牛奶，然后来调一杯饮料给我自己。牛奶加一个草莓酱，然后什么蜂蜜、柠檬，我们都要。去去，真好渴。那真的可以吗？怎么感觉我要再等一下？是不是白痴？以为自己弄完了，结果他忘记一个蛋糕皮，怎么办？
完美，赚到了好不好？赚烂了。难怪你奶油赚那么多。赚烂了。包装时间，我们现在做完蛋糕了，我们把蛋糕寄放在那个店里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去士林夜市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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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兴奋了，大家走路要看路。有没有看到前面开始有一大堆人了呢？我已经看到了什么起司马铃薯。我们对面就是士林夜市了。小黄瓜，都可以吗？买到了第一个大肠包小肠，吃吗？好吃，想吃吗？想。真好。来是狐狸神吗？好贵。它蒜头加很够。我没有吃到。有吧？那个蒜酱啊。啊，不会动。走下去。老板超好的，我们点了隔壁桌的食物，然后他给我们坐在这边，所以我想说等一下再跟他点一个释迦汁。释迦汁哎，这种台湾才有吗？我们吃的是神宴这家餐厅，他生意超好的，他好多人在排队。一个端干煎干花，樱桃蟹来了！来一下啊！来，妈妈第一点点。好烫！不用筷子，我们文明一点。有筷子为什么不用筷子呢？对不对？这原始的人类。下个星期你们吃啥？好烫哦！200多张，它好贵。热腾腾的牛肉炒饭，他们牛肉都给超大块，好烫啊！我发现我鼻孔里面有那个黑色的粉，路人一直被我笑哎，大哥，被我笑啊？没有，他看着我的眼睛跟我笑，好多人对我笑，在这边拍片有那么好笑吗？是腾腾的小笼包，各位，我又跟老板买了第二杯释迦汁 custard apple juice。热闹好多，雷哥在射枪。哇，有人在射
的弓箭。弓箭哦，真的耶。对啊，好酷哦。佳佳，我们回来了，准备吃过我们的蛋糕，可以刷脸，让超可爱的 Hello Kitty 盘子。你要反手拿，我看起来超可怕。那反手拿应该是刀刃朝外啊，对，这样，对，这样才比较可怕。好，没用的知识增加了，对，没用的知识增加了，我要把它脱模了。我觉得我的蛋糕要垮掉了。我觉得我的蛋糕因为蛋不能浪费，不要压到我的蛋糕。它刚刚上面本来有糖霜的，但是现在一路走回家，那个糖霜已经化进草莓了。看起来奶油很多耶。当当，你看我的视觉上面赢了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韩系完美。这个多层次还比较厉害。这个很可爱，它刚刚有糖霜的时候更可爱。还有很多人喜。比我想象的好吃耶，我比较喜欢我的蛋糕。那个还草莓，超级大块的草莓。还是我要两个那今天的行程完美的结束，拜拜。